其实还好吧，你们看马表其实也很快啊，只是它手感，我好久没有跑摩托车了，有点不习惯了。它很快，你骗我吧？啊？我看马表上的时速还可以啊。他的确是不慢啊，韩服是以摩托车做主打的，只是还是来不抢，还是没用。那我可以问一个比较直接简单的问题，他比油箱慢多少？两秒左右吧。也、欸、不是哦，我们要换车啊，对方很强啊。我的第五哎、欸，他们两个围干啊。啊！帮我抢个第一就赢了，你抢第一就赢哦，抢第一哦。啊，他们就一个一直在挡，一个一直在跑，我怎么追？没事，我们是拖油瓶嘛，慢慢来。你就当做是个人赛嘛，你要超过他们。前面个人赛不会有人听我车啊？会哦，我会听你车。你忘记上一次的那个了吗？一个铁塔，我想说，哇哟，这个三连喷加上这个板条，这个一定是宝哥先停他一波。哦，停完之后后面无忧无虑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第一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丢了一个名次。哎、欸，不会，第八不会到，不会到，这样我也不会到，傻逼。啊！完了！好像你也到不了了，好像到不了了。车太烂了啦！不对，是这张图太烂了。对，这张图太烂了。哎、欸，这张图的过法是我创的、欸，我很喜欢这张图、欸，哎，好可惜被拿掉。